任组长一定要按照中心体制来行。新闻线摇线长，咱一个月拢七万六千八，敢是？啊，七万六千八固定一个月拢一定要六。啊，咱今仔日，这就是咱全校以上袂人偷听，咱人讲我拄只讲的，就是讲袂固定。哦，每一个咱爱情中心拢袂人啦，但是因为今仔日咱若家己讲，啊，我这个时阵财务都我来领恁统筹运作，可能这个财务组长吼，你去袂在山内就好啦吼。不然出问题吼，什么代志？我来讲了，是不来吃？好。啊，所以呢，因为我在这个当中啊，甲恁各位大家做一个宣布啦，吼。因为我这回也听讲，大家有当时啊，变成讲各位啊，这个啊，都领任，甲恁交代，含咱的中心啊，你所交代的物件有一个出入啦，吼。这点当中呢，我啊再次甲恁说明，因为这是一个。这两个咱整个爱上单位的一个团结性的问题啦，吼、哦，甚至未来我拄则讲的，咱到泰国去，这个200万，吼、哦，咱的时阵啊，花莲这边同时嘛是100万，啊，各项支援啦，吼、哦，支援变成信贷，所以咱爱上就是讲做这段，这个层面较大的问题，包括呢，咱爱上进目前中有买一个爱上中心起来，啊，所以呢，爱上中心起了后。咱未来去着手，要成立咱啊这个爱上中心的这个工作，所以未来可能还要开一寡钱。啊，所以这点当中啦，啊，我同各位来做一个报告吼。所以希望讲咱会当做一个历史性，啊，历史性标兵书册一页。哦、啊，这是我是感觉这是一个，哦、啊，咱啊以后真正爱成立一个目标。由于这当中呢。咱拄只有听到咱的迄、那个啊，这个叫做食品研发处啊，吼、哦。你看两年外来，这几年啊，三年多吼、哦，收入200几万。吼、哦，咱拄只讲来讲，含的时阵啊，咧开刀了后，啊坐伫迄个椅啊，啊都督导咱的领金，都咧做班长啦，吼、哦。有这点精神啊，吼、哦。我是有听这个啦，是今日才听到吼。啊，我感觉讲开刀之前啦吼，啊，我也听非常的感动啦吼，啊，所以呢，今日去啦，咱也感受着讲，今日去咱爱上，无论是每一个单位，哦，尤其咱的哦，这个资源回收池，虽然我钱无介济，啊，一个月拢蛮无好，但是这群人当中呢，我着甲迄个资源回收处处长讲，讲当恁若去咧的时阵，资源回收的时阵。咱请到咱的迄个杨明处长啊，去甲统领起来，啊，我特别冲啊，因为帮助咱一挂同学嘛，经过这事，这点用心，啊，这点啊，可能啊，爱上啊，啊，你差别了吼，这个是因为什么？啊，我开始靠炸呢，靠炸就靠赢了。啊，所以今仔日的当中呢，啊，会使甲讲，伫收办桌当中呢。就是咱一个体制，也是规矩，啊，所以呢，这个体制啊规矩是建立咱社会的啊壮大，啊，咱社会壮大，所以咱社会一旦开拓啊万国悠久啦吼，这是因为咱每一个前辈者应该是咧努力的一个目标啦吼，啊，因为这两个当然啦吼，咱以这个检讨会来当中啊，所有的细部啊，拢要重视，无论是。哦，大家对科学的研究，大家对迄个个个人在推办个的这个啊入场的看法，无论是啊，咱的时阵啊，这个个啊，伫修办的过程当中啊，所遭遇的问题，大家拢会晓讲出解决问题。啊，我嘛希望讲，是不是咱明年哦，阁有一个机会哦，咱会当爱上啊，所有包括东部啊、西部。大家在联合一起啊，过来举办干部人才联谊，所以这个实在啊，这个意义啊非常的重要啦吼，意义重要的啊，加强咱一挂交流嘛，加强一挂咱在修办的对咱心性的扎实，这实在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拄只有在讲，就讲咱把这个工课交代给咱的这个幼稚来做一个明年当中的这个建议。啊，原理啦，吼，今年度当中呢，就是讲，咱临
时去插入啊这个鞋底，因为落雨时间应该就落。啊，所以呢，鞋当中呢，鞋去鞋鞋底啊，啊做一个结算。啊，所以因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变成个这个活动啦吼，都变成无可能。啊，所以呢，伊嘛感觉非常的遗憾，啊，咱嘛感觉非常抱歉吼。所以这是咱在处理方面啦吼，较无适当的一个问题。里面的当中，咱的年计划啊，年规划应该来把规划成好势。如果有继续要举行着这个干部人才的这个啊年龄再教育，咱会把整体物件吼，甲处置甲成好势啦吼。啊，因为当然咱来学走路嘛吼，啊来学这个了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年龄这个教育啊，当然这是自然符合命名以来。第一次啊，所有爱上连接起来干部做成结果，这个是。慈善哈、啊，呀，这慈善、啊，哦，慈善那是花莲的，还台东啊，台东，台东，台东慈善啊，哦，这都出名，慈善米啊都出名，慈善的水稻田啊，水啊，哦，水啊。台东哦，这里是台东，台东很有名的世家。这里是台东，台东名产世家食客，台东名，台东名产食客。恁敢有想买买食客啊？我是有咧赶啊，但是吼上车。台东资本，台东资本，遐台东的资本，台东资本。关山早已经过去了。在洗温泉，无啊。是去温泉啊。那袂，我伴恁啦。你笑好啦。你笑。啊，买买买吼，咱速度较紧来，甲看吼，就甲买买。茫上车，他要搁买买哦。三十，八点，一点，一点。
台东基本啊，哦，到今呢再买自家，一条啊，条啊，台东基本的自家啊，哦，台东基本连上一条啦，今仔偌济钱咧？大目镜、牛铃色客、大链的色客，你若就讲这竞争都大，那有咩？那无好，遮大链的色客，这链无包，本来两包啦。看呐。是啊，我没有不知道的，而且啊，我能知道上至从前古人的事，下到未来的事，我都知道。那小子很臭屁哦，这样臭不臭屁啊？臭屁哟、哦！为什么叫臭屁？因为我们不下去嘛，哈、哦。屁没乐屁，天没乐屁，我们才会说什么臭屁呀、啊？因为难以入耳，难以入鼻嘛，哈、哦，听不下去，然后我们就很自然就会怎样，臭屁。但是师尊很慈悲哦，他没有给他说啊臭屁，他没有这样哦，他讲了一个比喻的故事。从前有一个人，他就说，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钱多到说，哎，我就随便来这边拿一些黄金，我觉得这些黄金我看得很碍眼，我就拿去丢到河里面，他也很高兴，是钱多到这样子的人。他有一天就走啊走啊走啊，他就看到说，哎，有人在盖楼房，那楼房有一层一层的楼房嘛，就说，哎，这一层一层的楼房啊，这么漂亮，我也要来盖一个三层楼。那个请来那个建图那个房子的人就说，师傅啊，我要盖个三层楼。师傅说没有问题，然后就开始从一楼开始盖嘛，从一楼开始盖啊。他就说你在做什么？这很有钱的就问那个建图师说你在做什么？我在替你盖三楼啊。不对啊，你现在盖一楼啊，我要盖三楼啊。他说不，我要从一楼开始，二楼再接二楼，再三楼，你才能够一层楼往上爬呢。不对，我是只要盖三楼就好了。要、啊、怎么盖？他给他盖的这样子哈、哦。他假设他给他盖的，他就好吧。他说既然你就这样讲了，那我只好给你盖三楼了，这一层嘛哈，那、哦、两层嘛哈、哦，三层，好吧。你既然都这样讲，那我只好依你的意思盖了。他就把柱子怎样？叠得很高，然后呢，就在上面真的盖了三楼。这个建筑师也很厉害，好、哦，在古印度在世尊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也很厉害。他讲这个故事，代表当时的建筑师也很厉害哦，有这个智慧。他真的就给他盖了这样子。可是有些人看到，哇，我好高兴哦，我有一个三层楼的房子了。然后这个建筑师就跟他说，哎。你真的觉得这样可以吗？你要住这样的房子吗？哦，他还是很有一点点的良心，觉得说，哎、欸，他心里不安啊，因为这跟他的所学建筑所学哈、哦、不符啊。他说，你真的要这样的房子吗？你真的不会后悔吗？他说，去，哈、哦，我的知识，我看过多少的房子啊？我这么有钱，我的知识是我是那种。博学多问的人，不用你来跟我说这个是可或不可，我就是要这样。他说：“那你现在请上去吧。”啊，我要怎么上去呢？各位浅浅，要怎么上去？爬柱子。哦，好，爬柱子。他真的就像猴子啊，抱着，哦，一直跳，终于爬了上来。门在这里，但是他们在这里进来的时候。累不累啊？爬三层楼累不累啊？累。累哦。或许我小时候很喜欢爬那个什么，那种吊杆，那个什么，那对，那种很高的那一种哈、哦，就一直爬，像猴子，真的很像猴子，就在一直跑到上面。哦，那个大概一层多就觉得很累了，会不会啊？就很累了呢，那个脚啊、大腿就很累了。他爬三层楼更是不行了。他到三层楼的时候，他就很用力的就怎样，啪就躺下去了，因为很累啊。结果他这一躺不得了了，不得了，怎么不得了？还没那么快，还没倒下去，这个柱子突然因为他这样一晃动呢，不小心有一块那个砖啊，咔啦，
掉出来，因为在古印度时期有没有水泥啊？没有。没有水泥哦，它是用那个土，有没有黄土啊？黄土，然后那个和那个水有没有和一和，然后把它一层一层这样砌起来。可是还没有干啊，还没有干，而且它叠的怎样？太高了，都没有一个做基础，它只是这两四根，还有它八件四根，好、哦、四根做基础。可是它这一躺的时候，它刚好正中央躺在那个死角哦，刚好不是在支撑的那死角，突然一块砖头掉了下来。那他说：“哎，是什么声音啊？”他听到啪啦的声音，他就坐了起来，这下又更不得了。他又坐起来之后，又掉了一个。现在是怎么回事啊？他开始不敢动了。可是他想，到底是外面发生什么事吗？他又想要往外探头一看的时候，这下可惨了，整个人怎样？重心是不是在这边？整个这边断掉之后，整个房子还会在吗？整个就整个压倒下来。各位浅浅，可想而知，他是被压在里面，还是好好的房子整个在上面？是不是整个房子就垮了，就都压着了？那这小孩子呢？听到世尊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世尊很慈悲哦。世尊他是因材施教，你看他不跟他说啊，我们人啊要感恩啊，要尊重啊，要爱，他不跟小孩子讲这个哦，他跟他讲故事哦。那结果这小孩子听了怎样？听了自己有没有觉得很惭愧啊？他听，嗯。好像是在讲我，好像是在讲我，可是他又不敢明讲哦，他只是说，嗯，是讲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有钱的，自认为很有钱，自认为很有才智学问的人，好像是在讲我呢，可是他也不敢承认，他只是口滴滴笑一笑，笑什么？他就口滴滴笑一笑说，哦，这样我知道了，那我还要再学习，那我们就来听你讲故事。他讲了什么样的故事？他跟他们讲说，从前有一头那个双头鸟。其实我们以前的书都有念过双头鸟，有没有？那一只鸟有两个头。好厉害！一只鸟哈、哦，有两个头。那其他都一样，啊，偏偏呢，两个头就很奇怪。比如说，这边这一只，它看到了一个果子，正红正甜的时候，这一只它就不去吃这边，它就偏偏要跟它抢这一个。哦，那这个呢，就很恨这一个。那这一个呢，就两两得一，因为我的脖子比你长一点点。所以我可以真比你，只要你看得到的，我都可以比你，因为他看到，他可不可以意识得到？可以啊，因为他们是同什么？同一个心脏嘛，哈，同一个心啊，想的是一样。可是当他看到的时候，他就会去吃，他就会去吃，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很气，他很恨他，他都知道，他突然就心生一计，他就想。心生一计，说我就看着那一颗黑色的，好好吃哦，好好吃哦，哎，这个也很奸诈哦。他不会去说我要毒害他，心里面就想说，哦，这颗紫色的好好吃哦，好好吃哦，我要去吃它一口，我要咬它一口。结果这只又怎样？去吃了，那去吃了，吞下去之后，这一只洋洋得意，哈哈哈，你这该死的鸟，我终于把你除掉了，我以后我可以安心的怎样？吃我的果子，他话才说完，这只的头一勾，这只的头还能留着吗？就不行了哦，是不是这只鸟也怎样，也死掉了？他在讲什么？他意味着什么？其实哈、哦，释迦牟尼佛他在意喻着说，我们人的心时常是这样。我们的心虽然只有一个，其实讲明了他是要意喻我们人。手脚头都是同在这个心里面，可是我们却怎样？我们都时常说心猿意马，为什么明明我们是人心，要比喻成怎样？猴子、马，猴子跟马，我们人不是万物之灵吗？为什么要比喻成我们的心是像猴子又像马？为什么？因为猴子怎样？猴子定得下来吗？猴子是不是都定不下来？那马怎样？
麻他的最高本领是怎样？跑来跑去，那跑来跑去是什么？像怎么跑来跑去？我们的意念啊。本来像昨天后雪本来是要到我们周明来这边，开会跟验收嘛，吼、哦。那结果后雪就开车，就不自觉的就跟秀芳姐联络说，秀芳姐说啊，打电话跟后雪姊妹说，刚好临时在神元山那边有那个办道的仪式，那所以。后雪在中影这边等一下，结果呢，后雪就说嘴巴跟心里面，哈、哦，嘴巴应该说嘴巴说 OK 好，后雪到中影来这边，停在就是现在中影这边。